刚才的几首曲子都有重音的转移，而这首布洛舞呢，重音都在第一拍上面。其实这首曲子的技术要领，我们在上一册，也就是第二册的印第安鼓当中，我们已经提及了。在这里呢，第七小节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会碰到一点新的不同点。在重复了六个小节的哆和嗦以后，我们的手会碰到一个降拉，就降 A 音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大拇指就需要弹一个黑键了。所以从白键到黑键的移位，大家注意把握好这个手的姿势，不要太靠里了，差不多在黑键的边缘上就可以。